大家好，我依然醉影，现在继续为大家录这场拳皇九七对解说。一批首发八神，二批起家社，我们来看这俩对决。好，起家社起跳地，先偷搞了一下，再次刚一下。好，继续空中封位，连续的跳地封位。八神也是按各种牵制，跑抓了，没抓到。现在八神重手接梦弹上葵花，一个六连跳抓旋风，重手上八只女，给这个起家社重重一击。是致命的一击啊！继续起跳 C， 起家社直接被干倒。来看第二场，第二场啊，看这个一 P 的二 P 的猴子，这也是二 P 的个非常拿手的人物。猴子起跳，八神葵花点起来。八神重手掏一下，继续进攻，连续的进攻。挠一下，逆向过顶，下盘两点接一个冲撞。这一招也是需要强大的手速啊，没有强大的手速是打不出这一招的。现在来看第二场，看这个大猪出场。猴子起跳，爆气，这是要给这个大猪致命一击了，抓到机会也冲撞，再次走过去，连续的冲撞又被刚。大猪防御做的还是很不错，AB 闪身闪了过来，继续下地压制，看能不能找到机会把他顶起来。哎呀，没逮到，这个小清泉没有挠到，挠到的话大猪又被致命打到啊。猴子继续起飞，连续的起飞，起跳又被砸到，猴子继续起飞，爆气，这一次爆气是没能找到机会，不能给大猪致命一击了。现在来看大门，二 P 的大门也是非常猛啊，兄弟们盟主，看大门能不能虐这个大猪啊。大门朝天脚晃一下，来一相杀，但是大门还是亏本的啊，这一个相杀。大猪急攻，继续转腿把这个大门压在短边，大门依然是在寻找他的破绽。一个闪身想薅下来呀，没有薅下来。大猪继续跳锤，又一个跑杀蓝之山，把这个大猪给吸了过来啊。这个大门的跑杀真是猛啊，我真是服了。再次跑，地雷阵再震一下，直接挂掉。这样可以地雷阵啊，寻找机会可以地雷阵一下，他是要耗时间了。大门，跑过去一个朝天脚拿下大猪，速度很快。双方再次进行到第五场的比拼啊！第五场看 EP 的大门出场。大门首先爆气，抓到机会给这个二 P 致命一击，看能不能跑杀一个蓝之山啊！跳地，双方都很猛。继续起跳。这个暴击状态马上就没了，完了，暴击状态消失，一个击白白浪费。这个挥的还不错啊，再次暴击跑抓，来一相杀，二 P 没能撑住，血量上优势不大了已经。大家喜欢就点一下关注哦。